This is Woke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ke Media, the call of the world. Call Woke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 Hi, 大家好，那么这里是家宝。那么本期视频呢，主要想与大家聊一下面对恶时不施与恶，这其实也是一种智慧。那么在与大家畅聊本期主题之前，首先要回应一下，就是说 Edwin Intro 对于 Edwin Intro 也就是中文是蒋先生，对于我之前是上上期的视频还是上上上期的视频的一些回应，就是说非常感谢，就是说 Edwin Intro 就是说纠正了这个错误，也就是预备党员成为党员的名额是必须，就是说预备党员必须要转正成党员名额的时间是一共是12个月，不是好几年，在这里是我的用词的不恰当，非常感谢修正。那么Edwin Intro先生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说关于就是中国民办学校招生的传销化这样的一个事情， Edwin Intro 先生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那么有反对意见总是好的嘛，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针对中国的一些事实或者是现况来进行一些表述的。为什么说中国名校招生传销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中国名校招生的那种架构，其实和特别是这里主要讲的是指，就是说没有外资或者是纯外资或者是中外资这种资本准入的这种名校。那么他们怎么生存呢？首先是要和就是当地的政府打点好关系，那么其次就是要靠这种招生传销化，才能就是说使这种相对好一点的生源，然后源源不断的如江水般了，就是说不断的去进入这个学校。那么因为特别是在山东有很多就是说这样的例子，就是因为这种就是说他这种招生他骗得不够厉害，然后就是说导致生源越招越差，然后本身这种校风也并不是太好，然后结果最后就被迫改名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只是说呢，就是说借由这个案例在这边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再回到本期视频的主题，那么也就是面对恶时不施与恶，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你总能够遇到很多恶，特别是那种集权社会，然后恰巧又是在那种怎么讲，就是比如说做 YouTube 视频吧，然后你就会看到有很多人然后在骂你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然后我自己是山东人，但是没有山东口音，然后莫名其妙的就被骂了。但是其实他骂还好，但是呢就是说特别是就是说我发现一部分特别一部分不管是五毛也好或者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高的中国的观众也好，其实相对而言就比较喜欢去进行这种什么，就是这种 无理由的，然后进行这种人身攻击。为什么我不去做回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事情是回应不完的。就是说
特别是那些五毛本身就是派来维稳的，然后他的很多的这种评论也好，或者是这种叫做他所发表的言论所想要引导的舆论，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际上并不是刘友善的，因为他知道，就是说这种舆论，因为首先是因为我不，因为他所推特上的五毛他所伪造的时间线太假了，然后就那么几个关注，然后又没有关注者，然后同时呢，五毛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不会关注你。那么关注，在推特上关注，然后就是说骂人的呢，通常还有可能是自耽误。那么基本上不关注的，然后又是骂来骂去，或者是说说来说去就是那两句的，实际上就是中共的那种机器人网军，然后就是说没必要去回应嘛，特别是一些自耽误的回应。说什么山东怎么有你这个哈叉叉叉叉叉，就是一堆不文明的脏话，就是为什么不回应？一个是回应不完，第二个是自耽误没有家教，自耽误没有家教，然后五毛，然后爱国的小粉红没有家教，咱们也没有家教嘛，对不对，这位朋友们？然后再加上第三个，实际上就是说。特别是这种，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是说还会就是说考虑一下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家里人还会就是说要多去，就是说听，就是说要去就是听同学话，然后听老师话，这样，然后还会考虑一下。但是现在只要是从，怎么讲？只要就是五毛小粉红嘛，那些话你考虑他去干嘛？就是说，做好自己，就是说手头上比较要紧的事，然后把握好时间，然后提高效率。然后实际上这种不去回应，实际上也是一种智慧。然后本期视频呢，做得非常仓促，然后可能有诸多不足之处，还请大家见谅。然后非常感谢前辈寄来的，就是说绿屏。好，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